我就给这个江宁发了个微信，我说能不能帮忙报销讲师差旅，然后江宁说哎呀这个今年确实不太好啊，然后说啊那我说那我自费吧，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了一下我现在在职的这个天空开悟的基金会，我说那把我名字加上能不能帮我报销差旅，然后基金会就同意了，然后就加了这个，啊这就唯一的广告就这个。 别的没有，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天空开悟基金会在干活，这个就下一个吧，这个本人在这就可以了。然后我大概97年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干了很多年的开发，然后架构师，然后做这个产品经理，然后反正乱七八糟事情都做过，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参与社区的事情，然后呢对，提成说的不错，理论派。 对，这个听上去有点双关啊，对，就实践的比较少，因为自己的开源项目做得远远不算成功，只能算是参与了其他的人的开源项目，包括在开源社的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下，然后必须还要承认一点，这个 PPT 获得了ChatGPT 的非常大的帮助，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拍脑袋写的，我还跟 ChatGPT 聊了很多。 聊的东西他还启发我，等会会讲到他启发了哪些。那么这个问题怎么会提出来的呢？其实是也是忘了在哪一个群里面在聊，就是在说到这次 阿帕奇要开会了，要不要报一个议题？然后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开发者和社区互相之间都有困难，就是第一，社区不等于 GitHub， 社区是由一群人组织的，社区也不等于邮件列表。 每一个社区其实都存在贡献者缺乏的问题，就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怎么才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甚至把他留下来？不是说你写代码会写了就可以拉过来给我做贡献。而当然，另外一方面是，开发者他们也找不到好的社区，也不能够很容易的找到自己愿意在里面待着、愿意在里面贡献的社区。 但是前面听了前面两位炫窝和王源的演讲，我其实想改一下我PPT的，今天来不及改了。就我发现一个初学者，一个开发者找一个阿帕奇正在孵化期的项目是一个很合适的切入点，因为那个时候孵化期的项目通常会更友好，对吧？通常会对这个新来的新手会更加的热情，更愿意快速的把他们提升到这个 committer 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对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进入那些特别老牌的成熟的开源项目的话，在里面混很难的。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演讲其实会同时对两个人群发言，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当然还是两部分啊，但是在讨论分别的互相怎么找到之前呢，我也谈一下我对社区的开源社区本质的看法。首先，社区是怎么形成的？ 在我看来，就是三个人以上想清楚了，说我们想要去干件事情。当然，一个人也行啊，一个人慢慢的找到人帮他也可以。然后从三人成众到志同道合，当他们确立了某些共同的目标，想要搞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社区。当然，下一步是 working public， 他们一定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公开的平台，在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在工作，这样的才叫做开放式协作。所以其实我下来会跟炫窝我们好好聊一聊。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争吵，而不是私信聊天。但是这个问题我接下来再讲。还有，当然一个社区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当然阿帕奇的价值观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community of code， 而每一个社区要有自己的鲜明的、拿得出来的、能够公开宣扬的一个价值观，所有人都知道啊，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社区，这个很重要。然后，社区是谁组成的呢？是由一群各种不同原因激励的贡献者组成的。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有些人是因为兴趣爱好来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需要来的。 有些人像提神就推荐的朋友过来，这是朋友邀请过来的；还有人是为了求职、为了镀金来的。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吧，他来了之后，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怎么去激励他。
当然最最经典的一个理论就是在大家长与集市里面所说到的礼物文化，但其实我还会谈另外一个东西叫智商崇拜，就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他怎么才能让别人承认或者让别人知道他很聪明呢？他如果他能够写出特别牛的代码放在公开的一个地方，别人就会说哇这是大牛，代码写得太好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激励，或者说别人会崇拜大牛就是因为他代码写得好，或者他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 bug，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激励。其次是物质回报，当然还是需要有物质回报的，比如说有大公司会把人招进去，或者直接去挖社区的 commit， 这其实也是一种物质回报。当然还有我很佩服的那些人，就是几十年可能就一个人维护一个开源项目，他值得其乐，这也很了不起。这是一种可以说是在开源社区里面的一种基石性的人群，就这些人是最厉害的，因为他们甚至都不是社区，他们就一两个人维护一个开源项目，维护十年二十年到现在，就不靠自得其乐，他靠啥？我都不能想象。但是他们就是这么干到现在。当然成长路径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像在这个阿帕奇社区这方面就设计得很清楚了，已经新人贡献者 committer PMC， 当然还可以继续往下走，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成长路径。那么如果非阿帕奇的社区，我这方面完全可以模仿怎么样去把这样成长路径设计出来。下一个部分就是从开发者的角度去讨论怎么去找到一个社区并且成为他的贡献者。当然我们可以去找这个技术媒体，或者是找一些国内的社区，无论是这个国内的 IT 媒体，比如说是否比如说这个InfoQ 或者什么微信公众号知乎的专栏，比如说 Hack News 的英文的媒体 Reddit 这样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找到一些有意思的项目，比如说这个 GitHub 的这个流行度的那张表也很有用， GT 当然也有，搜索引擎我们特别想找一些特定的开源项目的时候，找到某个特定领域的开源项目的时候我们去搜索，当然我们去到开源的基金会去找一些基金会托管的项目，就是刚才说的基金会的孵化器的项目是特别适合新手的，当然也有朋友的推荐什么的。那么这一页想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唯一没有讲到的问题是一个爱好者他怎么才会突然想要发心说我要去找一个开源项目进去玩一玩，这个是最难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真的当他要去找的时候谁都能找，但是怎么才能够激发他说我想去找一个开源项目参与进去尝试一下，这个是最难的事情，可能也是开源的布道者一直以来致力于尽可能的去多影响一些人或者要多忽悠一些人，这是开源的布道要做的事情。新手的建议，首先入乡随俗，就是每一个开源社区都可能会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花时间浏览社区的官方文档、行为准则、贡献者指南，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渐入佳境，比如说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修复一些小的错误或者更新文档，这些都是一些好的入手。当然如果这个社区有 good first issue 那就已经非常舒服了，就直接点那个就可以了。所以下一个是叫做不卑不亢。其实很多新人会有这种心态把握不好，要么就过度自卑不敢说话什么都不敢，但是要么呢就是亢奋或者说就着急，尤其是企业里来的那种新人上来就是我有一个问题谁能帮我解决，我有一个 bug 哗贴一段根本不知道，他都没说明白他就在那里，然后怎么都没人回复啊，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啊，你们这社区还有没有人啊，这是特别亢奋的那种，就无论是悲还是亢都会有问题。当然接下来是叫持之以恒，尽量的定期的查看社区的更新讨论，你得泡在社区，说难听你得泡在社区才能够成为那个社区的人，你要只有事才去找那你就不是那里的人，很简单的逻辑。最后这一条为什么我要感谢 ChatGPT， 因为我自己写的时候没想到这一条，就是所谓的保护隐私，就是虽然你是新人，虽然你去的是一个开源社区，虽然开源社区鼓励开放和透明，但是还是要注
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避免在公开讨论的过程中分享过多的私人信息。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没想过的事情，但是 ChatGPT 会提醒我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好，下一个就是如何去判断我要不要留下来，就是我已经收到了这一个开源项目之后，我要不要在这个社区里试试看呢？要不要去干点什么呢？其实我会隆重推荐有一个插件叫做 HyperCX， 是王伟老师他们那个 XLab 的同学做的一个项目，是一个Chrome 的插件。这个插件装了浏览器之后，就在 GitHub 上面，它会产生更多的数据，以及你鼠标移上去以后，它会产生更多的这些数据的变动情况。就像哪怕你是看 star，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star 的变化情况，它到底是以怎么样的速率来增长，还有 issue 和 PR 的数量的变化情况，最近有哪些issue 特别多，一直在多，涨了很多，而且的话呢，它关的也很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很活跃很好的社区，类似这样。这就是可以通过看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个社区到底是不是够活跃，尤其是在近期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想进去嘛。如果它过去两年很活跃，最近都没人了，这个也不行。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去看这个社区是不是比较有包容性。但是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它有没有贴出来一个行为准则，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社区它是怎么样做管理的，还有它的多样性、它的包容性，它有专门的倡议或者是活动来支持某种多样性，还有它是不是有某种明确的反馈机制。你可以，如果你觉得有人在社区里有不当行为，你能做些什么？这个其实是你去看这个社区的友好度或者说包容性或者多样性的时候，其实你要在里面翻很多东西的。接下来就是你去感受这个社区的文化，其实还是刚才说的，你要泡在那个社区，看他们是怎么吵架的，看他们吵架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词汇，是用的是争论的是对方的人品，还是对方的智商，还是对方的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一个社区的吵架的话，有可能会看出来很多东西。好，但是因为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社区并且留下来，所以后续的在社区成长的话题今天就不涉及了，太长了，就先到这。下一个就是讲社区如何找到并留住开发者，这是反过来的。其实前面的两位的演讲讲了非常多的实战，这里全是理论啊，这个大家听听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开源社区发展壮大的核心要义，就是吸引并且留住贡献者。怎么样吸引，怎么样留住，其实关键在于贡献者是开源项目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关键动力。然后呢，有了这些人之后，才会有他们给这个项目带来的活力。有了这样的一种项目的不断的活力，他们才会给这个项目带来不断的创造力。这个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就是这个项目会生机勃勃，不断产生新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功能的时候，其实它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里截的一个图是应该是 Vue 吧，就是这是人家这么自豪的贡献者的这个一面墙。其实很多开源项目都会非常羡慕这么铺满了的人头像，就这就是他们的社区的活跃度和他们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者的这种量级，这个是我们都需要追求的。那么怎么吸引贡献者，其实我都不想多讲，因为前面都讲过好多了。第一步就是贡献者指南，第二步是提供入门任务，第三个是开放和包容的社区文化，这都讲过，所以我就不多讲了，这都是理论派，就下一页。然后呢，这个可以其实也算是一个梳理吧，就是说我们要为贡献者提供哪些支持。第一类叫技术支持，比如说我们要有 robot， 要有 test case、 code review tools、 plugin 等等，这些都是技术支持。其实刚才我还是想跟学员讨论下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robot 很重要。虽然你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哎，我很讨厌跟机器人打交道，但是机器人确实能够降低大量的低质量的沟通，减少低质量沟通，
而人是去做高质量沟通的，所以 robot 是有用的。它尤其是在我们 Working Public 那本书里面会讲到，就是说很多开源项目越来越火之后，开源项目的维护者会有一种倦怠感，会有一种就是把自己榨干了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么多工具去帮他，都得靠他自己去处理，他忙不过来。当然第二部分是文档支持，就是项目文档也好，学习文档也好，事例文档也好。所以薛岳他们搞那个 Rust 的那个 example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你把再靠前一步的事情也做了，这个文档支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实践。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学习支持，就是怎么样去做在线的教程，甚至是组织大家一起做工作坊，或者是有些社区很厉害，他们就会出版一些书籍，或者是发布一些文章，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社交支持，就是因为是一群人，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写代码，我们是一个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刚才那句话我忘了是王源说的还是丁浩说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棒，就是我们是一群人，我们组成了一个社区而不是一个项目组，我们在一起有社区活动，有导师的制度，有沟通的渠道，最后还有精神的支持。就是如果有人哎呀很不爽，他是来找你聊聊的时候，这种肯定是需要思量的，他有一些困惑，他有一些烦恼，他觉得我在这个社区就怎么干着干着就没劲了呢，他可能会想来跟你聊一聊，也许你可以跟他有很好的沟通。当然很重要的是叫公开认可，我们一定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把我们自己的最好的开发者的贡献给表扬一下，给夸奖一下。就刚才王源一个一个的讲哪个 commit 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公开认可，这样的事情非常的有价值。这个就是给贡献者提供的一系列的支持。好，下一个问题其实是在探讨，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希望就是说用更多的数据来帮助我们运营社区，以及我们甚至希望以更加精确的方式去计算贡献者的贡献度，然后想办法去激励他们。但是这件事情我自己反复思考，我觉得它是有利有弊的，不是说都是好处。利当然是它能够客观，就它能够避免凭感觉运营，虽然运营的感觉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只凭感觉，可能就会遇到刚才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几个家伙特别喜欢找我私聊，我就会跟他们感情特别好，他们说的话我就更愿意听。那些不愿意找我聊天的更加沉默的人，他们内心的不爽我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可能能客观一些，当然能够更全面一些，能够同时发现好消息和坏消息。因为比如一个新的版本发布了我很开心，但这个版本有多少问题呢？这个版本有没有一些缺陷呢？它的测试失败率是多少呢？这些数据我们也得知道。然后洞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数据甚至能提前发现问题，当然会更好。这个需要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开发一些算法，去尝试着提前发现社区的问题，甚至是提前预知可能活跃度会下降等等这样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透明，甚至比如说就像打游戏一样的，我们列出来你的贡献度是35，你的是25，你的是31，你的是23，这样的贡献会一目了然，大家都会觉得更公平。但是问题就在于弊端在右边，它会陷入各种各样的横向比较，两种横向比较都可能会有问题。第一个就是同项目组里面的，刚才说的你是35我是21，凭什么？这是一种可能会带来不爽。但是比这更糟糕的是，两个项目它的活跃度指数一个是130，一个是100，不管这个活跃度指数是怎么算出来的，那么人家就会觉得这个130的要更强一些。但是可能这两个项目完全不需要这样比，但是在公司里尤其是运营公司项目的人就会受到这样的压力。当然如果你有了数据，这些数据领导会看，看完以后就会说：“哎，你那个什么数，给我再提升20%，因为你给了数据了，这就会很麻烦。
还有第三个就是错觉，就是数据会给人带来错觉，让你会觉得你更客观、更全面、更有洞察力。是的，它有可能会带来错觉。当然，还有第四个就是，如果你的激励过于透明，会让那些不够优秀的，或者说最近比较忙的，或者贡献度最近少了一些的人，或者他们觉得你不公平，或者觉得受伤，这也是数据会带来的问题。所以我其实一直很犹豫，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用更加数据化的方式来运营社区，如何去趋利避害。数据我还是想要的，我不是说完全不看数据，完全凭感觉肯定也有问题，但是这个我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也是想拿出来跟大家探讨的。好，关于如何长期维护社区健康生态的话题，本次演讲不再涉及，因为太庞大了，又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昨天不是那个 Richard 就还在跟大家聊这个，对吗？好，最后就是一个结束语。结束语还是回到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就叫做不卑不亢。就无论是开发者还是社区，最终落实到最后都应该是不卑不亢。就是说你是一个开发者，你去主动的学习，主动的参与，主动的贡献，你对自己的贡献有信心，不必过于自负，尊重他人，但也不必过分谦虚或者是自卑。同样的，社区为什么社区也有不卑不亢的问题？其实这跟企业做社区有关，一般的个人社区不太会有这个问题，但企业做社区，如果领导的 KPI 压下来了，就会有一个过度自卑的可能的社区，就一定要想办法讨好开发者，把开发者留下来，让他们爽。这是企业做社区的卑的问题。亢的是什么呢？大公司做开源就很容易亢，就觉得我都这么大的公司了，我做这么大的开源项目，我扔出来这么有价值的代码，你还不过来好好学习一下。对，无论是卑还是亢，都容易发生在企业做社区的问题上。所以今天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这个讲的这个内容比较深奥啊，就是应该大家还是下来再交流比较多。不，我觉得其实实话说，今天这个顺序我是随便排的，但是挺好。就前面直接把那个实践的内容讲完，张老师理论一总结，哎，全都对了。然后中间有些细节还可以跳过。行，那我们就是下一位。不好意思。其实庄老师讲到了一个，就是对开源社区透明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机制。就是这块儿，您刚刚说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嘛。当前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吗？因为其实我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去运营社区，或者说我自己参与到别的社区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有一个透明的机制。比如说，我们以贡献者的代码的数量为准。但是有些人贡献了很多，比如说不太相关的一些代码，不是主干代码，但是有些人去改的主干代码其实不多，但是一个功能确实挺大的，或者优化也是挺大的，所以其实这块就是不太好衡量。但是如果仅凭这种维护者主观的一些看法，那就会有失偏颇，所以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这个我可以提供两个线索。嗯，一个线索的话呢，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卫老师带了一个博士生叫赵生宇。嗯，对 Frank， 对，他开发了一个算法叫 Open Rank 啊，这个 Open Rank 就是用来度量一个是项目的影响力，一个是开发者的贡献度的。嗯，他们正在做这方面的探索，然后呢，他们是用了一个图计算的模型，就类似于就是说，人是一种类型的节点，项目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点，然后呢，越是参与重要的项目的人，他的重要性也越高。嗯，那么反过来也是，越是大牛，他贡献的项目的重要性也会越高，就是一个互相有点像 Page Rank 一样的，它叫 Open Rank。嗯，他通过这样的办法去衡量每个人在一个项目当中的贡献度，包括长期贡献度和最近一段时间的贡献度，有这样的一个计算。Okay。 这是第一个线索，这个回头下来我们可以聊，也可以找他们一起去聊，他们正在做这样的一个算法。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提出来的一个另外一种计算的算法，就是叫做总耗费时间。嗯，就是说无论我在这个社区贡献多少，最后我们应该可以换算成一个耗费时间的一个长度。比如说我写了一个 PR， 这个 PR 是500行代码，这是一个初始时间，然后经过多轮的交流，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我觉得还改，最后大家可以算出来，我大概花了一个礼拜，这是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时间，比如说是我提了一个 issue， 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大概是200个英文单词，这也可以算出来一个大概的耗时。那么这两个耗时，我认为它是等价的。就是我如果是写一个 issue 花了一个小时，和我写了一段代码花了一个小时，我认为差不多，他们对于开发者的精力和智力的消耗差不多都是可以等价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想出某种算法，去算出来一个人在一个社区投入各种各样的行为分别耗费了多少时间，然后就计算他的某种贡献度。但是这个没有开发出来，我只是作为一个理论模型，我写了篇文章放在那，这个也可以探索，大概是这样两个线索。OK， 谢谢。